现实的美女近在眼前，你们的颜料就像你们容颜，我爱不释手，我爱不释手，爱不释手，所有活动都喜欢。
Thank you.
做朋友，我的女儿学成回来，心满意足，我的上位财富满载。说是你家你做的一切都没有，
神佛化成如此世俗，颜色如此的残酷，似乎是对托的亵渎。作为外来宗教，要给当地人们接受，必须融入当地文化，融入当地文化，声势大。莫高窟一书永存，大唐风采永存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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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回去重新。成女啊神，他是一个好色的雕塑家。赵明是个好色的，赵明是个好色的雕塑家。这不是好色，这是艺术创作，有理为证。教书如中原始，观音菩萨不为男神，女性象征温柔仁慈，艺术家随心造像，把菩萨塑造成女儿身。听好了，一切诸法无有定向，非男非女，
一切女人亦复如是，虽先女身而非女也。你们这帮俗人，还是张扬比较好，看着分本上演了，精雕细线手中色，桃色不乱乃英豪。张扬桃色不乱乃英豪，张扬桃色不乱乃英豪。我们伟大的画匠绘出美丽的范本，按照您的范本，我们绘出美丽的壁画。我们要向您写信，谢谢您对女儿的言传身教。这是宫廷流出的分本，临摹宫廷分本要细心。这是学习绘画基本功，合格者才能绘制壁画。停留，线条要稳，用笔精灵，线条之间距离要相等，线条形同人骨架，色彩相当人血肉，不要完全用色拼图，要顺着物体运动轨迹涂抹，就像画伸展的手臂，伸展的线条，慢慢慢慢慢慢地涂色。哈你是我们的老师和老板，把我们从长安带到这里，带领我们绘制壁画，我们好色都谢你，我们好色都谢你。
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女儿，女工。都在长安踏歌
术有两种，喜运星成灯轮，中原方兴叫金阙。
凝固在我的画面中。告诉了你一切，请告诉我你为何如此勇敢，为什么如此聪慧。
谢